然后来到这边，然后跟我就有一个就不见掉，然后不见掉哦，他就，今天又是鬼屋睡一晚。其实我们现在就在那间鬼屋的前面。过两层啊！被风捉这样近哦。OK， 我等下我们来到的是新山的，我忘记叫什么名，我放在这里。其实这一间哦是大马的排名第。肚子饿了，刚才才去吃，咕噜一声哦。整个马来西亚里面，然后排名第二的，因为它有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厉害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再讲了，因为我们要找地方进去。可是这里啊，现在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上次我来一个人来过的时候，这里有狗啊。下午有买了狗粮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拿住狗粮进去哦，看一下，给一点狗吃啊。进去的路口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，回向宗是这里啦。对，你看到里面吗？看到吗？觉得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哦再放回上来，因为哦怕那些狗跑出去啊。由于这次的行动非常多的狗，所以我只好用我这动听的声音给你们旁白。当我们进到里面的环境还真的是很多狗，但这些狗的食物是吃不完的，相信是有人定期来喂狗的，而且很肯定不会是马来人。但是我们还是照样给他们多添加一点。在这里除了狗还是有很多的流浪猫，我们真的很好奇到底是谁把他们放进这里的。 OK， 因为上面还有，我们就直接上去先。我觉得哦，狗是不会这样叫的。狗不这样叫，难道是喵喵喵喵？好大只！是啊。再见哎。你有看到楼梯是怎样的吗？我上次就这样走上去了。是咩？啊？哇，好危险嘞喂！我唔是第一次嚟噶喎。好危险哦。可以走了，真的可以走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地方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哎，你很开心啊，看，看看，呜呜。走进去，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墙壁，我也不懂是，这里真的是。今天我们要跟这么多只狗哦一起睡觉，睡到天亮，有没有？OK， 真的不是，就这里咯，走完了。哎，为什么有一个房啊？所以今天我们这边有一个任务嘛，其中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做掉了，就是喂狗。OK， 可是没有想到来到这里哦，老狗，他们的食物比我们手上拿住那一包东西更多。哇，很多蚊子，我真的很后悔穿短袖来。而且你还穿黑道玩。OK 啦，第二件事情你们也知道了啦。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凡是去过的地方，我们必留下 steady game 的字。steady game。下面走完了，就来到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就是要上楼。这里的楼梯真的不是跟你玩玩的，一个不小心真的是跌死你啊！不过不用紧，叔叔是有练过的，小孩子千万不要学。后来我想说，董麦豆没有走过，就我带路咯，所以我就把相机交给董麦豆，我就拿灯。谁知道这条水的拍摄技巧真的不是跟你玩玩的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拍到我那英勇的姿势，看来还是我自己拿回好了。我觉得这边 OK， 这里。然后这边又可以留下痕迹，这里，啊，这里 OK 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留下我们的痕迹啦。这样子，怎样上呢？这种，你有象形鞋，哇啦，我也全部。哇，贵的我第一次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第几楼？是第三楼，可是不能够走进去，你看看。
的很多，真的很多狗塞了耶，塞，塞。所以他现在哦，处处都是地雷来的，对他来讲都是地雷，踩错一步。我每一天，我穿的是花拉鞋，每个人踩狗塞耶。一样啊。OK， 一样没有什么。什么都没有，重点是全部是狗塞，只有狗塞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脚下面全部都是狗大便，全部狗大便，我的脚全部狗大便。现在我在做什么呢？你看我脚下。因为这个频道太多小孩子看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做这些危险的动作给你们。也是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整间屋子这样空空，然后地板啊、墙壁啊那些全部东西给人家拿到完。哎呀，的频道。OK，Tomato and Aya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喷完后面的东西了。OK， 现在是时候要好好讲一下。这边的狗，一路飞一路飞，我们已经走到楼上了。它还在那边一直飞一直飞。可能一直听到我们讲话了。这里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是整个哦，新山哦，没有人不懂啊。因为警察是因为这件事情把这里封掉。刚才我们在外面那个。被封掉，然后他们封掉了，是不是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之前有一帮马来人呢，小孩子啦，然后来到这边，然后跟我就有一个就不见掉，他不见掉哦，他就，没事，刚我们放在那边，还是掉下来哦。No， 这个没有这样大的风啊，因为我没有 feel 到风啊。你唔好玩玩啊！嚟，我同你讲，你唔好同我玩玩啊！我的朋友叫我来住一晚哦，没有带帐篷给我。是，OK 啊，那我们就在这楼啊，这楼不错嘛。这楼哦。是不错啦，但是呢，那个气罐子也会掉下来。上面了，上面 OK。危险了，跌下来了，等一下哦，你背我还是我背你嘞？刚才呢，我们讲话讲到一半呢，后面那四罐东西自己掉三罐下来，这个气的重量风吹不到，而且没有这么大的风。唔使惊嘅，唔使惊嘅，我不相信他再掉下来，我现在录住他。你有本事再跌多一次，我唔信。我有六把火咧，我们现在有六把火。以 size 的角度来讲哦，那个什么斜度放的不对啊。可能我们的 camera 凹到。啊，我们 camera 凹到。他这样斜斜这样自己滑下来的，他这样自己这样。讲回刚才的故事咧，就是，那个小孩子就不见掉喽，然后不见掉的时候，警察就封锁这边找这个小孩子，但是找不到。对，找不到。但找不到的情况下，那小孩子自己走出来，他走出来哦，他只讲了哦，那天然后我去朋友家睡了三天，就是这样，我去朋友家睡了三天，然后三天他出来就讲了这一句话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我们那边等到早上，然后也要等那个日出出来，我们要拍一下这里的日出了。没有，现在难熬啊！现在才三点多而已啊！别紧啊，打王者。哎呀，哎呀 ，OK。又到了打王者的时候了。对了。
这个这里有一个，从上面那边其中一个。对啊，那其中一个不懂哪一个。啊，应该是那个少掉一个帮的，那边少掉一个。嗯，呢度系有嘢嘅。这里应该是真的有洞还是？我唔惊嘅，我有佛。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要怎样？你懂吗？我要带雨伞出来，我要这样顶住。错，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呢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让专业的来。Call me professional. Run. 我同你讲啊，我们现在安全出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。我觉得这一次真的给我们遇到了我只知道啊，再继续在里面啊，分分钟整栋楼塌下来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对的，因为我们每次我们要去之前我们会去 survey 吗？我们 survey 了过后我们才进去吗？但是我们是为了比较危险嘛，但是好像东西是会自己从上面掉下来，一开始是那个气这样掉下来OK 了，我们没有走了。那个木从上面掉下来，头都破啊！不是我们漏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别不要这样想。哎，比起其他人呢，早就跑了啦，我们还在里面。第一次掉下来，我觉得啦，他给我们 signal， 还在被打王者。他掉一个东西硬一点的下来，看你怕吗？你大声的话。不怎么样Messi 我们刚才在那边的那个表情啊，跌下来的表情啊，跟好人那时候的表情是一模一样。这次如果好人有来啊，可以谁啊，可以他应该是在那边这样。第二名还是比较厉害的。果然是大马第二名。果然是第二名，第三名不会很厉害。所以以后啊，你们拿第三名不要讲出来的话。第三名那个算了啦，第三名那个只是楼梯比较高一点嘛。对。你果然没开玩笑啊。其实我们没有不相信，只是我们想去拍，然后或者看拍到什么东西给你们看。我们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都没有讲我们不相信。对。只是我们不怕。好啊，至少给我们遇到了，好，来了，好，我们还有，下次我们去第一名，第一名啊，下次我要带雨伞去，我要带雨伞，上面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我不怕，我还唔惊嘅。也拍了 drone shot， 也拍了，你们看到吗？就是那一间小小间的那个 ，OK， 就是那一间了。OK， 不要怀疑，我们就是从那边出来的。原来我们走这么远，我都不懂。是哎，真的这样很远下来这样。是。OK， 这一次我们这么冒险哦，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你们是不是应该 share and like 嘞？对，你们。我们用生命来换取影片，知道吗？那个东西如果炸下来，炸到我的头怎么办？所以你们给我乖乖的按下去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， 嘎哒哒力的按下去。在怎样的国家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o, it's hot in here, but you